来 ，Black Draco，Black Draco， 你开麦。喂，喂，听到吗？听到。来 ，Black Draco， 你好，安安几岁？哪里人？你好。42岁，上海人。42岁，上海的朋友。好，来，上海朋友你好。因为正好想跟你谈的这个张文宏，因为他也是上海的嘛。嗯嗯。上海这个防疫工作也是他主抓的。对。我就跟你讲，就是，上海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人应该是全都是支持他的。上海所有的人都支持他。你在网上看，嗯，对，你在网上看到所有喷他的人，基本上应该里面没有上海人。嗯。首先几点，第一，他讲的这个与病毒共存是指全世界范围，嗯，不是指仅仅中国，嗯，是吧，嗯，全世界范围，因为你看现在美国、日本、英国，嗯，这个德行，嗯，你指望说把这个病毒消灭那是不可能的。对。那不可能。他说句难听，就是那句台词怎么说的，就是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垃圾。嗯嗯啊，对，不是我们干的怎么样，是他们都太拉垮了。那个大哥，你的麦有点断断续续。好，但是我喂，哎，没关系，你继续、啊。我就讲，就是因为像现在的那个 Delta， 其实也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也不是英国传出来的，是印度传出来的。所以就算美国做得好，就算中国做得好，就算欧洲全部都做得好，那也没用啊，这个是全人类的事啊， Delta 还是出来啊。对啊，对，所以对对啊，就是这样。然后呢，就是还有我觉得他讲这个其实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国内其实现在有些城市啊，嗯，他的确有一些过度，就是打比方啊，嗯，现在有些城市是这样的，嗯，外省的人一律不让进，或者一律做核酸，嗯，那你这个成本和执行度上面就很难啊，嗯，对吧，嗯，或者就是比方有些地方甚至是红码，你过来红码，嗯，原路返遣返，嗯，劝返，嗯，不让你进，嗯，他我觉得他想讲的是在基于科学的那个和智能化的基础上更好的做防疫，而不仅仅是这样简单的一刀切。嗯，我给你打比方，就是上海，嗯，我们就讲上海，嗯，上海从疫情到现在，嗯，上海没有封过城，嗯，没有阻断过交通，也没有说，从来没有说不让外地人进来，嗯，北京都有过，上海没有，嗯，哪怕你是一个外地人，今天进来红码了，你进来，我也只不过就把你拉去隔离，直接拉去，嗯，专人专车，嗯，不会说请你原路遣返，没有的，嗯，对吧？而且像上海还是国内的，就是在那个通航之后啊，就是原先疫情的时候不是所有的航班都停掉了嘛，对，后来有条件的逐步开放，上海是开放的港口之一，嗯，上海是大陆目前所有输入型的这个确诊这个案例最多的城市，输入型的确诊案例最多，哦，对，嗯嗯，上海现在这个像前两天不又有一个嘛，浦东的，嗯，他是浦东机场的一个物流公司的一个人确诊了，嗯，然后当时也就是立马就封了他们一个小区，嗯，所有在小区里面的人全部做核酸，嗯，也仅仅就是封了一个小区，嗯，并没有像有些地方啊，只要发现一个全程去做普筛。嗯，上海甚至到今天为止，从疫情开始到今天为止，没有做过全程普筛，嗯，一次都没有，嗯，对吧？这个就是基于智能化和那个精确管控，嗯，而不是简单的一刀切，嗯哼，啊，上海光那个做疫情流调的，就是比方说啊，哪里哪里发现一个人，然后去查他的密接有哪些。他的足迹有到过哪里，嗯，对吧，这些的人，这些工作人员大概有差不多3000人，嗯哼，就差不多平均每10000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专门干这个的，这些人全是24小时standby的，嗯，
而且像上海那个，就是比方说现在那个航空，对吧？它管到什么程度？像你们台湾，也就前阵子刚刚开始，所有的入境的人全部要普筛，对吧？对。我们上海人不光要管，还要管货，你知道吗？从境外来的货物上面都有可能会沾染那个新冠病毒，因为是。他装那个货的人，工人可能或者机组上面的人可能会有那个。上海现在所有进来的货要消毒，然后静置一定的时间才会从那个里面运出来，而且它所有的入境的货跟国内的货是分开的，连那个拉货的物流公司的人员都是分开的。是。啊，你们台湾到现在虽然人开始管了，我估计你们货肯定还没没有管。没有没有，应该没有，对，应该没有，啊，所以前两天你们那个陈时中说3+11不是破口，啊，我觉得他说的对啊。啊，在我们看来，台湾的防疫也不存在破口，台湾的防疫是一个筛子，筛子到处是洞眼，它没有破好，口。全部都是破口，好，OK，那我们来讲回上海吧，那个大哥，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因为上海一贯以来都是这样防疫。那所以，大家都是很支持张文宏医生的这个意见的。对，上海人都很支持他，因为在他的指导，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功劳，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包括上海市民的这个自觉性，对吧？上海市民，上海人有一点是很有意思的，特别听政府话，政府说戴口罩就统统戴起来，政府说打疫苗就去打疫苗。其他地方的人不听吗？有些地方没有像上海人那么听OK，啊，而且上海打疫苗的那个推广力度也很强。推广因力为度有些，强，比方说，对，比方说有些老人他出门不方便啊，或者是他不高兴坐车啊什么的，对吧？很多小区他是有专车给你接送到那边，你打完了再给你接过来，啊，甚至有些老人他不想打，对吧？上海很多社区就拿一些那个物质奖励啊，比方说你去打疫苗啊，送一点牛奶，送一点鸡蛋。老人他有那个贪小便宜的那种习惯啊，那他就去了，好，那对吧？可能也是因为上海是大城市、大都会，所以相对来讲，它有这个资源可以为它的市民去做这些相应的服务了。那你不可能要求一些小县城也去做到这个程度了，就是这样。对，那是肯定，对，但是我觉得他的意思就是说，可能就是防疫还要做得更精准，对吧？更加智能化，而且大陆在这方面其实比很多国家它有那个基础条件，就是大陆的这个健康码啊这些东西啊，行程码这些东西，它在管控上面能够更方便的那个来管理，那这个应该是全国的嘛，也不是只有上海全国的啊。对，但是有些地方的那个因为。他的码其实你如果你回头你隔离出来了，你到其他地方你就会发现，每个省的码是不一样的，每个省的码不一样，它的平台数据处理其实还是有些不一样，了解。啊，对。好，所以 OK，了解，所以那个大哥就是我知道，就是我帮你厘清一下，重点就是，上海人大多是支持张文宏医生的意见的，然后上海的这个防疫方面有他自己独特的一套，这样子，那一直以来运作起来也是效果蛮好对，的。好，OK，然后那还有一个事情我想跟您说一下，就之前你不是请了一个国民党的那个，他是一个什么什么我知道，知道，主对任对是吧？对对，副主他任，是大陆事务那天部。我排了好久也没排上，那个其实我有个问题 Black 啊，Jacko，那个你留着你的问题，你以后还有机会发挥了，好不好？你相信我，好不好？你留着你的问题，有机会让你再发挥的，OK，好不好？好，谢谢你哦，Black Jacko，谢谢你，好，OK，好，拜拜。拜拜。